然后教育国的那个观念哦，其实来这边上课的人哦，其实你要了解说你的狗为什么要去上课，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上课？那其实上课这东西就是要让狗学到东西嘛。那你连一个专注力它都不好，还有你在牵它的时候它都牵不好，那你怎么说它是在教育呢？它怎么会是在教育呢？对不对？你放着它自由自在啦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他带你去哪里你就跟着他去哪里，那你叫他坐着等等你又舍不得，那你又说他只要乖乖的就好，问题是你说你要教他，但是你又教不出他什么东西，让他不了解说你应该要怎么做。这个就跟当兵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说大家要去当军人，明明是你的兵都不稳定啊，连一个注意他都听不懂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上课这种东西，你就是要让狗去了解，你要教他什么东西嘛？那教育这种东西，就是他要学到东西嘛。哇，我讲那么深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好不好？你要是不懂我在讲什么，那狗怎么知道你在教他什么东西呢？以上如何训犬学校？